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盛夏星空的练习生张达元。看到我肤色，也知道我不是一个肤浅的人。我从小学习的是京剧，特长是翻跟头和耍兵器，唱歌和跳舞也正在变成我的特长。这些所有的特长，我都会努力的练习，争取在舞台上展示不一样的精彩，也希望能够在舞台上展示更多的自己。我也希望你们能够陪我一起走过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张达元。